OK， 回家了，现在返回我们的海滩，现在就正式开始造机啊，捏机狂魔正式开始。材料的话已经非常多了，可惜爪子只有一个，如果有两只绿爪的话可以造一只非常大型的那种爪子机，那现在的话就只能造一只那种坦克机了。什么叫做坦克机呢？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好的，现在的话先返回我们的整个沙滩啊，先返回这个海域啊。人物跑步也应该也受体力，可以看到这个人物感觉好萌啊，有没有？嘿，真的好萌。好，现在的话返回海域，找一片开阔的地带。这片区域相对来说比较开阔，所以呢我们这里先返回家里的箱子。我先在这里先把之前的东西材料先拿一下。对，鸡腿现在有11个鸡腿，鸡翅膀非常多，我们可以造一只翅膀鸡，包括孔雀羽毛和孔雀尾巴，眼睛也是有的。鸡眼睛的话，我现在有20只眼睛，鸡爪子，然后鸡冠，其他食物材料的话先放起来。鸡嘴，这样吧，我们先把这是鸡头，先把食物这些东西放进包里挪一挪，材料的话先放进去，因为它有时候会占地方，特别是一些小石头啊，这种什么这种奇怪的 so rare 我特殊的矿石，我好多矿石，矿石有些地方是比较特殊的。 grass 草 resource 资源，行，鸡的身体，行。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把所需要的东西，比如说鸡嘴是吧，鸡身体，鸡腿，鸡冠，鸡眼睛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应该还有鸡的这个鸡毛，鸡的翅膀。好的，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这准备开始啊，找一片比较开阔的地带，然后准备就在这里吧。嘿，召唤，当当当，看到没？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片区，然后在这片区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以这个为中心开始造了。然后在空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悬浮，比如说这里是鸡心位置，就是鸡的中心位置，我们就造在这里吧。嘿，这是鸡心，好的。以机芯的位置在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好，以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现在就可以在四周这里看到没，漂浮这里可以去努力去建造啊。shift 是下降，空格是上升，和 MC 的创造模式是一样的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鸡块既然有6块是吧，这里可以造大一些。好，鸡的身体，当然注意要把这个东西要摆好啊，别摆歪了。好，我感觉有点歪，不摆，好的，造个长点的鸡，好的。然后下一步就是鸡头，这个是鸡头，哎，好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好。鸡头做好之后呢，鸡眼睛，我看一下，不过这个眼睛怎么感觉有点奇怪？我看看眼睛的话，等等，好，漂亮，我看一下，好的。当当当当，哎，等会儿，有点问题。哎，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用东西把它撸掉。好，重造，有点问题，重来。这个鸡头感觉我造歪了，没错，鸡头应该是造在这里的。我看看，好，这样是直的吧？对，这样应该。这样的鸡头应该是直的，然后鸡眼睛，为什么又歪了？等会儿，我把鸡的中间这片身体直接去掉，直接连鸡头吧，直接从鸡的主体来连鸡头。哎呦，它装上眼睛之后，为什么它那个身体会扭曲过来呢？好诡异啊！好，对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下一步是眼睛。嘿嘿，这回应该可以了。好 ，nice。好，眼睛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既然是一只鸡是吧？鸡要有鸡的样子，所以下一步的话肯定是嘴巴了。我们要做一只。嘿，好的，现在鸡嘴巴做好了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东西啊。鸡嘴巴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做一只，在下一步是鸡冠，我们要做一只双冠鸡。一个。好，三冠鸡。好，是机关，看到没？看来我们的鸡是不是感觉非常的霸气，非常的威武呢？好，机关做好之后呢，现在就开始做鸡的身体了。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，现在还有4个鸡块，这里呢，先把鸡的身体先做好再说。哎，鸡屁股一般是比较好吃的，所以鸡屁股是必须的。好，好，这样的话鸡屁股已经做好，做好之后呢，看下一步的话还有鸡腿。我们这边呢，我们知道鸡呢其实是4条腿的，
是四条腿吧？哎，好像感觉哪里没有哪里不对啊。那行吧，好，这边的话现在就是把鸡腿先往上放一下。鸡腿的话，现在我们这边鸡腿非常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出六条腿，对吧？腿多的话，我们知道鸡的最好吃的地方就是鸡腿，是吧？大家如果经常啃鸡腿，知道鸡腿是最好吃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多做几条腿啊，我们要做一只坦克鸡。好的，第一只腿，然后第二只腿。好的，当当当当，看到没有？看起来是不是非常霸气呢？但是有个问题是，感觉鸡前面鸡胸鸡头这边的话，感觉好诡异，有点鸡驼背了的感觉，是吧？但是，毕竟我们要做一只冲锋鸡，是吧？什么叫做冲锋鸡呢？就是说它可以勇往直前，毫不犹豫的冲向前去。所以的话，我们这里冲锋鸡是好的。好，这里的话把翅膀拿出来。现在有三种翅膀，首先是这种大翅膀。这样吧，鸡的话，首先给鸡脑袋上加一些，对吧？加一些装饰品。首先这种羽毛呢，属于鸡脑袋上的第一种装饰品。对的，这里往这边放一下。我看它第一种是在哪里放？鸡头下面这个。好，对应吧？怎么管？没有看见哪里好像不太对应。就这样吧。好，这是鸡头。鸡头的话，我们要做一只飞天大鸡，是吧？好的，这边的话，首先把这些翅膀呢，首先需要往两边这样多挪几下。好，非常对应。然后是刚才拿到的孔雀尾巴，嘿嘿。好，看到没？这样感觉尾巴是不是非常帅气、非常霸气呢？下一步就是孔雀毛了。孔雀毛的话，我们要做一只飞天鸡。而既然是坦克鸡的话，肯定要把整个鸡的整个身体的样式做好。我们现在手头材料比较少，没有办法做出更加奇葩，不是更加帅气、更加有特点的鸡。所以的话，鉴于材料好的话，我们这里就做一个比较低调的。看到没？这个鸡是不是感觉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，是吧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看到没？就是一只鸡。我们到时候要发，我看来我们的脑洞不够大，还没有足够发挥出我们充分的想象力。后期的话，我们这里还可以再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。好，这边机关的话，其实这里还可以再放一些，对吧？要做就把鸡做得好看一些，对吧？反正材料多也是多着。好，机关哒哒哒哒，是不是感觉非常棒呢？同时的话，这里对吧？鸡有机关也有鸡鹅，好的，鸡下鹅再一个。好的，可以看到我们的鸡呢是非常非常帅气、非常非常霸气、非常非常逆天的一个存在啊，有没有？好的，这里天也要黑了，我们这里再做最后的一个查看。整体来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要做的话我看一下，其实对鸡屁股竟然没有加。鸡屁股虽然有羽毛的，但鸡屁股是有的。好的，鸡屁股加上。好的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神奇的鸡呢就在这里完成了。完成之后呢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霸气、非常非常逆天、非常非常帅气呢？我一定最后的话再加几根毛。就这样吧，它毛不够大，随后找到更大的翅膀之后再做更大的鸡毛啊。好，做好之后呢，这边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区域，然后当当当当，我们的鸡就完成了。可以看到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呢？首先鸡完成之后呢，鸡首先会很饿，所以这里的话我先弄几个吃的。怎么自己吃了？我自己要饿死，来吧，丢它，看到没？丢它。好，这样的话它初始先喂它一些吃的，这样它就会跟随我们命令来行事。行，不管它了。喂好之后呢，它现在初始会跟着我们，等到明天白天再说，因为天要黑了。别过来，小心啊，这个鸡是会误伤的。别跟着我啊！去吧，出去吧，在那儿追去吧。好吧，我们这里睡觉。还没有天黑吗？好，这样他不会跟着我们，已经成功摆脱了。但是，我太饿了吗？等会儿，我先拿点吃的。之前的汉堡包，汉堡包是通过鸡块或者其他的身体来做的。吃看吧，先吃一口，把包都补满。好的，然后睡觉。好，等待天亮，哒哒哒哒。好，天亮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带领我们的鸡前去征途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打怪的话有可能会被怪打死，
我这边的话，我先带一些基本的足够的食物，然后把其他东西存进箱子里面。比如说比较贵重的鸡腿、鸡块、鸡头是吧？然后机关这些常用的眼睛什么材料的话放进里面，其他木材什么的无所谓。然后食物方面的话放进去，鸡嘴，对的，拿一些食物，然后我这里再吃一下。哎，我怎么扔出去？好，同时现在命令机的话需要造到一个，哦，对，我忘记了，要命令机的话还需要造一个哨子。哨子该怎么做呢？是需要一个木棍。好的，这样就可以做成了。有哨子之后呢，就可以命令机了。比如说，看到没？右上角，左键是 moment， 右键是 action。比如说，通过左键的话，摁一次的话可以让它移动，然后摁两次的话可以让它抵达目的地。来吧，看到没？一吹它就会过来了。然后右键是攻击一次，双攻击一次的话是让它进行攻击。比如说，可以带它。带他过来，让他去帮我们去砍树，或者帮我们去打怪。哎，好慢，他应该是饿了。来来来，我又吃。好了，来了，还是饿了。我拿着食物之后，他跟得很快。好的，这边我们现在就带领鸡去打怪啊，别跟得太紧了。哎，好，他好像有点饿，感觉。这样吧，先带他过来。我看一下，这里附近应该是，对，是有只长颈鹿的。我们这里尝试去打一下怪，打怪人家来来，给你吃点，给你吃点吃，来。还够不着，不给，过来。哎，过来，好的。这边准备啊，前方发现长颈鹿，打完再吃，打不完不给你吃，哼，让你还不听话，来吧。这里看到，这里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只生物，这只长颈鹿呢，它嘴巴看到没，它是那种马嘴，但是属于草食性动物，但是相对来说伤害比较高，所以呢，进攻，它是主动攻击的，攻击的，漂亮 ，nice， 哎，好。想跑，哎，过来，想跑，这种怪物打不过他会跑的，但是你倒是过来呀！哎，我好像是不是没吃饱啊？过来，来，还有，哎，他不吃烤的食物吗？过来，他出现打嗝表示他吃饱了，去狩猎长颈鹿了。能不能快点？你有四条腿啊，平时的鸡是几条腿啊？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平时的鸡应该是六条腿是吧？你不就是比别人少了两条腿？赶快过来帮我打长颈鹿了。过来了，能不能不要摸鸡啊？好，等一下他，等他腿短，腿短，腿短，理解一下，一米五。腿太短了，我们属于高个儿是吧？他腿短，行，跟上啊。进攻，上，冲啊！坦克机，好，上，好，我看你往哪跑。三，漂亮。哎，我去！好，这样的话成功带领我们的坦克机呢，终于是打掉了一只长颈鹿，非常的漂亮 ，nice！ 哎，我的斧头没了，没事，还有第二只，来吧！听到我们是不是非常强力呢？好，打掉之后呢，这个树上还有一些树果什么的，我们这里可以奖励给鸡吃一吃。打完之后呢，看一下身上的材料，它会掉非常多的树果，而且它会自己来捡，不过够不着，够不着，我自己拿走了。望苹果星探，他的嘴太短了，我这里设计他的脖子有点问题，他的脖子太短了，导致脑袋下不下来，够不着吃这个东西啊！好，不理他，你自己去享用一下。我先看一下，长颈鹿打完之后呢，首先是两个马的眼睛 ，horse ear 啊，这应该是马，两个马的眼睛，两个马耳朵，以及马的一个鼻子，四个马蹄儿，然后两个马身体，一个马头，相对来说包括马脑袋、马脖子，相对来说比较完整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马的体型，还有。
你在干嘛呀？我来喂你好吗？别闹好吗？还没吃到啊？我自己捡了，拜拜。哎，啊算了，啊总算吃到了，来吧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它吃饱之后呢，我们带领鸡呢，它是草食性动物，所以它不会吃动物的尸体。比如说，如果下一波，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东西呢，应该属于肉食性动物。我不知道我的鸡打得过不，可能有可能打不过。如果打不过的话，我们鸡就死掉了。肉食性动物呢，打完之后呢，它会吃动物的尸体，这边的话，所以注意捡东西啊。好，下一波应该是这只长得像长颈鹿一样，但是头上有几个小辫子，但是嘴巴是老虎嘴巴的一个奇葩的一个生物。然后就这里了，准备杀。哎，我的鸡呢？哎，过来！怎么这么难控制啊？这边当然，这边还有两只小小的老虎，但是小老虎的话怎么说？有两只，两只不太好打，一只的话还好打，两只的话可能有点危险。这样吧，我们去打大的。这只是肉食性动物啊，有可能会打不过的，我这里。先去作死一下，看能否成功再说。来吧，好，准备啊！你已经吃饱了是吧？准备上啊，上！冲啊！坦克机冲锋！怎么不进攻啊？你怕什么？进攻！上！冲锋！坦克机 ！Nice！ 上！想跑？我们的坦克机是非常英勇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哎，他怎么跑这么快？看到没？虽然我们的鸡腿短，但是你腿长是吧？腿长了不起，死 ，nice， 好的，这波就非常赚了。这波的话，现在应该是看到没？拿了一下，看一下，首先拿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嘴巴 ，grateful salt， 应该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嘴巴是肉食性嘴巴，攻击的攻击 rate 是12，攻击伤害是12。马嘴的话，攻击 rate 哦，它是马嘴更高，什么鬼啊？包括蹄子是吧？四个蹄子，三个触手，一些绒毛 ，fur 是毛皮，通过毛皮上面可以做 shadow， 应该是鞍。就是说通过四个马的那个马的身体可以做一个马鞍，随后的话应该是可以骑这些东西的，具体能不能骑的话我不知道。这边的话我们现在先把鸡弄回家。好，这波非常的赚，首先打了两个，打了一匹马，打了一匹老虎。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个不是老虎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看怎么看都不是一只老虎，但是它确实就是一只老虎，没错。嗯，回头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有马头，马的头部，然后老虎的嘴巴，马的蹄子，老虎的爪子的前爪是老虎，后爪后蹄儿是那个后蹄儿是马的一个四不像啊。这边的话，应该以我的这种创造槽呢，才能应该是够的。这边不管那么多，你先哎，怎么还有个苹果？哎，回来。不过这些宠物确实好难控制啊，老是不太跟随，是不是又饿了？不过讲道理，我真的饿了，我吃个东西。然后。来来来，吃！哎，为什么不吃啊？走走走！当然，这些宠物的话是有可能会攻击我们自己的，它是有友军伤害的。先把它拉回家。哎，来吃！好吧，就不给你吃，这好贱！好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整个海边的营地这里呢，应该是有非常多的芒果的，柠檬的 ，melon 应该是柠檬吧？我看一下这个叫做。这叫什么来着？我看一下 ，melon 应该是芒，哎，哎，什么鬼啊？过来，过来，他应该饿了吧？来来来，吃个苹果，哎，不吃吗？不吃吗？好像我一旦和他拉开距离之后呢，他的腿还是太短，毕竟是。小鸡腿，所以导致它跑得有点慢。我如果和它拉开，哎，走啦！你的腿又
脑袋又短是吧，只能丢给你，你自己捡又吃不到，先陪我回海滩，先回来。行，这边的话我们现在就拉他回海滩，赶快赶快，加油加油，来吧。哎，我好累啊，累死我了，赶快。好的，那这边的话总算是征战归来。我们这边现在身上的材料比较多，你等等，嗯，再来点。好，然后双击让它抵，嘟嘟嘟，然后这样的话让它在这个区域，你就在这个区域随便玩嘛，反正地上有一些吃的，想自己吃就可以自己吃了。行，这边的话我们这里打开箱子看一下这一次的战利品啊，四只老虎腿，四只马腿，然后马的身体、马的脑袋、马的脖子都有，包括马嘴、马耳朵都有，非常的赚。而这里的话还有老虎，老虎的嘴巴、老虎的 neck 脖子、老虎的 body 四个老虎的身体、六个脖子，包括羽毛还是有的，老虎上也有羽毛，包括皮毛，包括这个触角，以及老虎这个应该是 life bike， 应该是就是尾部的话，这个东西也是有攻击力的，包括老虎的眼睛都是有的。包满了，那什么仙人掌拿出来啊？这是马的眼睛，以及这个拿出来，以及马的 ear 耳，老虎的耳朵，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老虎的眼睛。行，这样的话把东西基本上存下之后呢，后面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再接再厉，后面的话再造一些更加牛逼点的东西。来吃点东西，吃吃，哎。哎，这工具吧，吃吧。哎，去吧。好，这边的话控制这个鸟就过去。后面的话这样吧，后面的话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后面的话，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要不要看？如果要看的话，我后面会把这个游戏以流程的形式做下去。后面最后的话，虽然它这个岛很小，是吧？但是还是有一些奇葩的生物，应该还可以再做几期，就是再可以再捏一些更加奇葩的生物作为我们的宝宝。后面的话，当然马的话，比如说四个马的身体可以做马鞍，是吧？通过马鞍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骑的。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对吧？嗯，就看大家留言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那行，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嗯，行，那今天呢，由小峰带给大家这款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什么 CHKN 是吧？也不知道什么中文名叫什么的，这款非常有意思、非常奇葩的沙盒生存游戏呢，就在这结束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嗯。